早晨，大市方面咧，琴晚美股就係回升嘅。最新美國聯儲局蓋皮書咧就講到話，美國嘅整體經濟咧近幾個禮拜都係保持以一個適度嘅步伐擴張，而且大部分嘅美國企業對於短期嘅前景咧都係維持一個樂觀嘅態度。此外啦，十年期呢個美國國債嘅收益率咧喺星期三都重返翻呢個兩年期國債以上，咁就推動美國銀行股咧表現做好，道指同納指咧收市就分別升咗237點同埋103點。咁講翻港股琴日嘅情況啦，晏晝嗰陣就有消息傳出，咁就特首將會宣布撤回呢個逃犯條例，咁恆指就急升咗近1000點，咁就收於呢個26523，大市嘅成交額咧都係有所擴大，去到破1000億元。咁展望後市啦，咁但係雖則話特首宣布咗撤回呢個逃犯條例，但係依家其實成個逃犯條例嘅社會運動咧都係比較複雜，政府嘅行動可唔可以喺短期內咧恢復翻本港社會經濟環境呢一方面咧，其實都係有待觀察。而另一方面啦，中國嗰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啦喺琴日主持召開呢個國務院常務會議，就提到話要落實降低實際利率水平的措施，同埋要及時降準。咁我哋預期啦，人行都會喺適時嘅情況下啦，加大流動性嘅支持。咁呢樣就會有利於 A 股同埋本地上市嘅中資股。咁經過琴日啦急升近1000點啦，恆指嘅初步阻力位咧，相信會上移去到27000點。但係頭先都提到話，本港嘅社會經濟環境不確定性咧都係比較高，我哋相信短期嗰、那個進一步上息的動力都是會有限的。昨天有一個撤回的決定之後，受條例風波影響比較大的板塊都見到做得比較好一點，譬如說本港地產股。今天的個股推介我們就會介紹一隻信和置業83。信和置業之前就公布了截至6月底的全年盈利是按年跌了50%的，但是旗下項目包括海匯、日龍灣同埋一號嘅九龍道啦，都已經錄得近224億元嘅銷售金額，相信咧有望於支持未來入帳提升翻業績表現。加上佢嘅末期派息咧係按年增加咗近3%，去到每股0.41元，都係增加咗呢只股份嘅吸引力。喺技術上邊嚟講啦，股價都係重上咗十